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平价的猛毒和高级的猛毒，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一只猛毒呢给升级上去，没有错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，并且按下订阅按钮，让我赶快到达70万订阅。首先呢，我们必须把我现在这一只猛毒给升级一下。那升级的方法呢，就是存到10万块啊？这什么奇怪的这个升级方式？存到十万，那我们只好那边就是一间银行。最快的方法就是去银行里面提钱啊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升级了。嘿嘿，没错，因为我黑黑的，所以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。我们就这样子偷偷摸摸的进去。平常这里都没有人，为什么今天人那么多啊？没有人发现，漂亮，嘿嘿嘿，然后再重堆进去，你看不到我，我看不到你，我就去里面拿个十万块就好了哈，不用拿太多。再来是要把这个门给打开来，稍微有一点点难度，我踹，看起来好像不行哎。丢个年弹，但是我会不会被通气啊？感觉丢年弹下去就直接被通气完了。身为一个猛毒，还需要靠年弹，会不会传出去给人家笑啊？呵呵呵，好，来来来，引爆！没开，怎么会？多一点，我觉得应该是丢太少。你。应该是打得开吧？没事，看来我们用榴弹发射器，丢多喝一点。这个门怎么炸不掉？哇嘞！傻眼，还是我们试试看这个火箭炮，火箭炮可以吧？今天的这一个银行的门也太牢固了吧？傻眼哇！开了！哇！今天的门超级牢固啊！我只是要拿个十万块，有这么困难吗？好，我已经取得了十万块，应该可以升级了吧？我升级看看。升级完直接变成这个白色猛毒，傻眼！他们都下班了。刚才不是里面很多人吗？现在一个人都没有。傻眼！等一下，我被通缉！为什么我烧起来啦？等一下，我现在这个能力是烧起来是不是？那我只好，你怕烫吗？哇，好强哦！我只要绕在他旁边，他就会跟我一起烧起来。赶快！我们只要成功烧到十个警察，应该有四五位了吧？五位，第五个，第六个，快！第六、七，你不要跑！成功了！我嘞，等一下爬不起来。我坐在车上会不会烧起来啊？这个车会烧吗？车子没事我以为车子也会烧起来啊！快，我们第八位就是你了。第八位、第九位即将成功，他们一定傻眼，怎么会有人用烧烧攻击？最后一位就选你了，来吧，烧起来吧，燃烧吧，火鸟！等一下，我怎么变成长得像蜘蛛人的猛毒？
也太奇怪了吧。然后我现在的任务变成要去拯救这一个洛圣都，现在这边有一个红色的光线，我马上过去打击坏人，走咯，我可以荡秋千了。不过猛毒不是本来就可以荡秋千，猛毒跟蜘蛛人本来就是个好兄弟啊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等下我卡到这边，他们在那一栋大楼的上面嘛，就是。来来，我们蜘蛛人是可以往上爬的。哎，哇嘞，哦呦，你还想弄我？快打击敌人，打击犯罪。哎呦哎呦，哇，好多人。来来来来，射这个蜘蛛丝出去。还有人在哪里？没看到人啊！这边一只，这边一只。吼吼！你想要干嘛？你不要一直弄我！看我使出闪电蜘蛛丝，有没有觉得非常的舒麻？你也是，你也是，趁他被电的时候赶快打。最后一只，电你！这一招真的很强哎，成功了！我们是超级蜘蛛侠。等等，我现在的能力又正在进步。啊嘞，我升级了，然后我现在他把我传送到这个海边是什么用意？而且我的肌肉变得超大。我知道了，因为这边有一个健身房，对不对？他希望我跟这边的人比一下肌肉，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来来来来来，听说你想要跟我比肌肉是不是？让你知，等等，没有打了，他太矮了，他太矮了，我揍不到他，尴尬。不是，这样没办法打，我打不到他的那个矮。来来来来，哦，这两个拼命哦，哦哦，你可不可以长高一点啊？让我打爆你的头啊！等等等等，有点危险！哇塞，他们两个追过来啊！我只好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力量，真正的力量！你还想要去哪里？带你去天空玩一下。还有谁要跟我单挑？谁要跟我比肌肉？什么？原来刚才那个不是任务，我的任务是要摧毁掉十台车子，这算第一台了吧？丢出去！我知道去哪里找车子最快了，我们直接去高速公路，在这边。一个大跳直接到高速公路啊，这样十台车很快。来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怎么都没有车？高速公路车怎么那么少？平常我在试车的时候有没有车超多的？他们是知道我要来是不是？几台了？还剩六台，再五台。我知道，去上面，上面感觉车比较多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五台，四台，三台，两台，最后一台丢出去就是你的。这跟玩具一样直接丢上去。非常的舒服。最后我们场景来到了操场，然后我变成这个闪电侠猛毒，我的对手是莱斯特，我的对手是莱斯特，这会不会太好笑了啊？我不用变成闪电侠猛毒都跑得赢他吧？好，然后我们直接开跑，哈哈，
你看他跑步的速度只有这样子。他跑，他开始跑起来了。走走走，我们是不是要让他知道我真正的实力在哪里？我们确定要跟这个莱斯特比赛吗？好，我这边有其他选手要跟我参赛，是不是？我们用最慢的速度。哎，大姐，哎，这莱斯特作弊吧？等一下，我严重怀疑这个莱斯特作弊，哎，他走捷径啊！看来我只好认真的直接结束这一场比赛。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速度非常的快？哇塞，我的尾流还在，哎，快到一个不行，快到我尾流都还在，哎，傻眼。我太强大了。嗯，为什么他们变这么慢？恢复了，恢复了。走了哦！哈哈，等一下，莱斯特被我绊倒，没办法，谁叫我的速度就是如此的快速？现在这个莱斯特，呵呵，他整个傻眼，看来我们猛毒最强的形态就是这样子，有个莱斯特在后面飞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